しみよりもっと大事なこと」「去りゆく背中に伝えたくて」这边多少钱？这边是550，跟我说比较便宜。115。那我先问白的。来，那边呢？好吃吗？口感怎么样？冰淇淋。冰淇淋会太甜吗？抹茶味会很重吗？不会，还是有抹茶味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，有啦，很淡啦。搞什么东西？说一下感想。就冰淇淋。不是日本人，为什么第一次来啊？人家日本人有第一次来。就是台湾大概是150到200，对，大概110上下。115，买了2000多块，2000，3800，2800几只六只哦。啊，对啊。啊，你也吃抹茶？抹茶很棒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可乐，可乐，你是炸的那个吗？其实我就是很好奇，就是我拉面明明就要就一样，我只想说啊，怎么里面包那么多气是这样？好嘞。这个说太甜了，我想吃咸的东西。哎，你很敏感的位置有一个地瓜区，来，好好你很敏感的位置有一个地瓜区，还有一个另外一个。九波现在在吃什么？炸肉饼，超有名的炸肉饼。来来来来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吗？赞赞赞！哦，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进化了。刚刚不小心听到旁边直播的烧这个香，是为了让身上沾染到那个香气。我们跟着老吴去，看老吴多诚心诚意。你看，你看他就是，你要看那老人，看那老人，他就是把那个香这样子往鼻子开了。他自己身上沾染到那个香气，那我也要去蹭香气。太爽了！人来的，无啦，心愿心愿。那、啊、你心愿不就是恋爱吗？没有，身体健康平安。好的，我们九博现在要准备来抽运气签，我要投100块，然后看抽到签是好还是坏的。啊，刚刚外面买玉手那边旁边也是这个 ，OK， 投入100块，就可以开始抽签。我要看哪一只掉出来，看是几号。OK， 是好的吗？是吉吗？我看一下，吉墨算是好的，那把它带回家，代表好运跟着一起回去。那如果是不好的呢？我们就是把它绑在旁边，这边可以把坏运气留在这里。敏捷运气不是很好，根本是跟我们差不多。反正就是一个讲不出就不要讲了。我不告诉你，你会知道最后一句吗？最后一句，财宝鬼来偷，就是。你的钱可能会被偷走，快十几万啊！你牙齿就是一直漏钱啊，是假的。大胸部还凶，哦，吉，老吴是大吉耶。我只看得懂那个风骚啊，阿扁也是抽到吉哦，
看一下你写什么。好事吗？我有啊，我是几？二十五。二十五。急。他是早孕带回家，他怀孕已经绑在那里了。那我先选。我要一个六的。你也要一个六的。对，然后再一个秘鲁，秘鲁湾。还是这个，是这个吗？哎，然后这是领取的，那个给我，咖啡，你要 ？OK。再一个，こんにちは、どうも、お疲れ様で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どうぞ。我们在浅草寺附近找了一家章鱼烧，可以生啤酒吃。他们跟我们台湾的这个不太一样。日本的章鱼烧是比较软的，对，很软的。好吃的是很好吃的、哦。那你吃个好吃吗？你吃吃看，这家我没吃过啊。财富富翁，清空塔门票富翁。这个，问问看，有些不能把调整。红的，红的哈。哎。手机最香没有？香哎。那个。那你们有写3.5的吗？我这1.5的。老的。